三明治、饼干、大葱，这怎么摆啊？没有规律的。哦，有盘子，我们可以先把盘子放进来。盘子放在这里，还有好多盘子。哎，这个一放上去就吸住了啊。先把它都堆起来，这里再放一个。OK， 全吸好了。然后三明治放在这，这个苹果片，苹果放正中间，两个苹果。然后三明治放这，这还有半个三明治，放这里。哦，三明治放在一起，放在上面。饼干好像可以拼起来，好像不对啊，放不下。把这个大葱先放这里。啊，这好像是芹菜啊，这是大葱还芹菜啊？不管了。然后饼干放左边吧，这里还有两个碎的，碎的放下面，上面放一个。西兰花放这。哦，这个角落合起来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刚好四个西兰花，四个豆角，这里还有一个。 OK， 工具间，我最喜欢这种工具间了。菜刀，菜刀挂哪？随便一挂。锯刀，哎，怎么把旁边的牵下来了？这里放一个。哎，怎么又下来了？放这里。哎哎，这个撮子放这里。这好像不是工具间啊，这不是做菜的东西吗？菜刀，这菜刀咋放不下呀？哦，这是磁吸的菜刀，这么高级啊。这个要按大小排序一下，小的放左边，大的放右边。但这个刀这样摆感觉怪怪的，它这个间距不对啊，我们反过来摆吧，这样就舒服了。那这个东西应该要换位置了，这个放这边，感觉好像放中间就可以啊。菜刀啊，菜刀放在这里，菜刀放在这里。擀面杖，擀面杖放哪？放顶上，顶上有个卡扣。剪刀，剪刀放这，啊，不行，剪刀放这，放这里。哦 no， 放这里吧。这里放个勺，这里挂个刀。不行，这地方不能挂刀，挂左边吧。哎，这个挂这里，这个刀挂这边。手套，手套挂上面。哦，这个位置刚好。菜刀，菜刀挂这，刚好和它不冲突。然后这里放个叉子，这里再放一个。咦，挡住了。那它放这，它放这也不行，它放这也不行，它放左边，哎，都不行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跟它换个位置，它刚好可以和这个菜刀连在一起。然后这个夹子放这吧，放最下面。这里再放一个短一点的，这里放一个长一点的。不对不对，这两个要从高到低排列。哇，刚刚好。这里有一个牙签。咦咦咦，怎么了？换层了。哎，我的牙签盒怎么跑上去了？牙签盒要放这里的。把这个勺子拿开，牙签盒在这。然后夹冰淇淋球的放在这里，这位置刚好。大勺子好像不在这里，大勺子要放上去。大勺子放这，不对啊，哦，放这里，这位置刚好可以放一个。然后这里一个普通的勺子放这，大漏勺放这里，削皮刀，小铁勺，然后一个夹核桃的，这里有一把小刀，然后这里两个圆圆的纸盘叠放在一起。这玻璃珠可以放这吗？哎，可以。先把其他这种大的工具给它放一下。吸管，吸管可以放这里。还差一根吸管。小弹珠拿下去，放在这里。这里刚好放一个计时器。然后横着的大刷子啊，放到上面去。再就是 SD 卡了，这仨 SD 卡都给它拿下来。这里放一个，这里再放一个。然后最后一个。完美。这总是甜品台了吧？一个大水壶。一个水缸，诶，这个水缸好像不应该放这里啊，这个高度不够，这里吧，放它。那这个小蛋糕我们先挪到旁边，这个水缸放这，这个水缸放这，这盖子的话可以放到这杯子上面吧？耶，怎么放不下？啊，放到这个上面，哦，刚好。那这个水缸放这里，哎，这两个应该可以换个位置吧？好，这样交叉了啊。下面的柜子还可以打开，蜂蜜可以刚好放到里面，
然后我们茶壶和茶杯放一起吧。哎，它怎么还可以叠起来啊？这本来就可以叠起来吗？好奇怪啊。然后一个咖啡机我们放下面，咖啡机的这边应该要再放一个东西，就这个壶吧，刚好和它连起来。小蛋糕的话把它放到一起好了。哦，这小蛋糕好多啊，那不应该放在这里的，应该放在这个甜品台上吧。我们把这个水壶先拿开，然后小蛋糕放里面啊，它会自动归位。水果罐头放在这里吧，然后果酱的罐子按大到小顺序排列一下吧，然后茶壶放这里，水杯放这，水杯可以叠放。哎哎，满出来了，不对，那这个东西位置换一下，水杯放下面刚刚好，这个放上面刚刚好，然后俩勺放一起。所以现在哪里有问题呢？这杯子放错了吗？感觉好像是对的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杯子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我说怎么怪怪的呢？它居然可以合起来，就很离谱。又是一个工具箱，哦，这边是锅具的箱了。这里放一个大锅，这里放一个，不行，放这里吧。这个特大号的板子放在这里，然后上面放一个小小的圆形的东西，圆形的东西跟它合到一起，好，就是它了。哎，刚好跟它有一样的弧度。然后一个小刮刀，刮刀放在这里，和它连起来。那这边的话，中间应该挂一个不会出来的东西，小一点的。哦，这个，哇、哦，这边摆的好舒服啊，刚刚好。大锅好像没位置放了，那就放在这边吧，放在左侧。然后一把刀，上下各有一个孔，这里吧，这个位置刚好两个孔。然后我们找一下连接这个的东西，这个边上可以放一个啥？这个吗？好像刚好可以啊，有一个连接的边缘出来。然后这里一个叉子，这里一个叉子，这里再一个叉子，三个叉子连在一起。再来一个有点奇怪的东西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一个大锅，一个更大的锅，然后最后一个放左上角。哦，舒服，尺寸严丝合缝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爽。罐头柜子，这两个大的把它放在一起吧，让它的线段连到一起。哎，怎么合起来了？哦，这三个是可以连到一起的。然后大锅放一个，放第二个，还缺一个锅。这个吗？哦，这个锅放中间，这个放中间，刚好三个锅叠一起。然后一个糖罐头是不是放中间的？呀，真是放这个中间的。这里有一个大机器啊，这好像是厨师机，厨师机放在这里吧，放在这一层啊。然后我们的罐头先堆到旁边去。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放到这里的，可以放到这边一束一束的。然后还有意面，这是意面吧？意面放到一起，意面放这里，然后一些小土豆，小苹果丢到苹果箱里，土豆丢到土豆的篮子里。现在就差这一个杯了。哦，这是个厨师机啊，我以为是个大杯子呢。然后顶上这个东西应该要按顺序排列一下啊，从高到低排列一下啊，这样子就舒服了。这个罐头应该也要按顺序排列的，两个的我们放最左边，然后四个的放第三排，五个放第四排，六个放最后一排。好，